我叫郝金龙，来自天津，是一名 IT 工作者，传说中的程序员，也是传说中的单身狗。今天是11月1号，传说中的小光棍节。很不幸，今天身边没有妹子，只有工作。现在是晚上7点半，我公司在石景山区，为了方便工作，选择住在公司附近，每天走路上班大概需要20分钟。中午做饭了没？还没呢，一会儿看完时间去再做吧，一会儿吧，先歇会儿吧。哟，何仁哥看什么书呢？谁的青春不移吗？你的青春都让狗吃了，还有青春吗？这是跟我一起合租的室友，我们四个人住在一起，我们租的一间两居室，租金每个月是3200，在北京来讲，这已经算很便宜了。工作了一天很辛苦，但是为了完成工作还是需要加班。今天双十一活动上线，必须在今天完成这项工作。